解放，小土豆子，到底回不回家吃饭啊？小土豆子，小土豆子，你整天叫我小土豆子，小土豆子是你叫的吗？我就问你回不回家吃饭、啊、我不回家吃饭，哪条规定我下了班必须回家吃饭呢？你呀，回不回？站住，小米粒儿啊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啊？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一天到晚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找个对象好好谈恋爱不行吗？管我吃不吃饭呢？你告诉家里人，我今天不回家吃饭，我咖啡馆，我谈生意，你管不着。干嘛你啊？你爱上哪儿上哪儿？嘛呀这是、啊？小姨夫，哎，小米粒，有病！小姨夫，我没说你有病，我说二姐夫。谁？钱志峰。钱志峰怎么了？谁让他怎么了？最近就跟吃枪药似的，逮谁跟谁吵吵。刚才我叫他回家吃饭，冲我一顿喊。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，莫名其妙把我臭骂一顿。我正找他呢，人呢？他说上咖啡馆了。上哪儿？咖啡馆。我去收拾他。你这样，你先回家吧，没你的事了。一会儿到咖啡馆来接我们回家吃饭。啊，好嘞，我走了，小姨子。收拾不了他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也不能怪这个钱顺风吧。你想想，生活压力太大，那一个大公司那么多人都归他管，生意呀、啊，什么签合同啊，什么报表啊，所以说压力大，那也不能是你发脾气的借口啊。等我到了咖啡馆，我先收拾他再说。圆圆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您要喝点什么？啥也不喝。哎，最近咋了？怎么这个服务态度越来越好了？郭哥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老板最近要求可严了。啊，来来来，我跟你坐会儿聊会儿天。啊，我们不让坐。坐下，还没人。哎呀，圆啊，待会儿帮我演一个恶人好不好？我不饿，我吃过饭了。能不能不闹？凶恶、恶毒，演这个对谁呀、啊？钱顺风。他咋了？哎呀，你甭管了，一言难尽。我跟你说，他待会儿什么态度对你，你就什么态度对他，明白了吗？态度是，他最近来我们这儿就跟谁欠的钱似的，烦人。所以说，待会儿报仇的机会就来了。行。哎，不行。他万一上我们老板那儿投诉我，我这个月的奖金可就没了。那点奖金我给你扣了，哥给你补上。行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哎哎哎，你反正也得控制点啊，待会儿别打起来。哎呀，放心吧，他打不过我。帽子有点歪了，调一调。哎，我待会儿啊，我过。钱顺风，哎，走后门，这也能过去。盯着你了啊！好嘞，你别忘了给我那个奖金的事儿 我知道，给我，你放心吧。好嘞。云云，云云，云云，干嘛？吓我一跳。没看见我在这睡觉呢。上班时间你睡觉，你管着吗？干，来杯咖啡。咖啡，咖啡，喝什么咖啡？哎，你咖啡馆你不让我喝咖啡？我是问你喝什么咖啡。你这个人说话有毛病，语气不一样，意思就不一样。你随便吧，随便来杯咖啡。没有随便咖啡。